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2月9号，星期五，农历是11月11号。好，下个星期二就是初十五，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嗯，跳线。喂，你好。哎呦，师傅您好，感恩感恩。你好。哎呦，啊，师傅，啊，第一次给您请安了。谢谢。我跟您分享一下。啊。那个什么，我就是11月3号给您打进电话的，看图腾那个。啊。就是那个莲花号是22330那个。啊。就是您看我，看我母亲刘秀英，嗯，坐在那个声闻道。嗯。就是哪个弟子？哎，我知道。我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说打通电话呀，哎呀，就是我到4点，我都夜里4点我都没睡着。嗯。太感恩你了。嗯。哎呀，太感恩了。嗯。哎呀。讲吧。我可以说我是接触咱这法门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嗯。就是。好像是09年，就是09年吧，好像09年10年左右吧。嗯，就是那会儿接触的，就是说，也不是说不信，也不是说特别相信，就那个时候，嗯，就是说孩子吧，我女儿说她要是上上海，就是培训你，说怕毕不了业，说这个那什么经啊特灵，您给我念，就是念紫微斗数嘛，就让我给念。后来我就给他念，一天就给狂念吧，完了他就是挺顺利的，就是说拿上那个证了。啊。之后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就逗我，就让我做功课呀，念，就是我也是，有时候就是不是特别精进吧，一开始的，后来就通过那什么，就是说，他也打进电话让您给看图腾，看图腾我一直头疼嘛，头疼完了他就说。说师傅说您是我奶奶在您头上了，我说那都离婚好长时间了，他说师傅给说的就是我奶奶没错，就是长得一模一样，说您跟我奶奶那个缘分特别深，说上辈子好像是母女也不是的。后来哎呦，我就是说，我说那行吧，那我给你念小房子，就是说哪天吧，就是我说给念小房子吧，等到是早起前他就喊我了，说老太太就是我没离婚前，就我们两个就是感情特别好，跟我婆婆那个，然后那个就是他喊我，他说凤姨你不说带着人家干事儿，你俩不起来给人干吗？他说我就说推早呢，我就翻个身睡着了，然后就醒了之后我就感觉着肯定是他要跟我要小房子，开始我就念给他念小房子，念了之后我这头就不疼了。最什么的事儿是我女儿怀孕，就是今年怀孕了之后，她头3个月她老是头疼，后来实在疼的不行了。师傅您听着了吗？听着，你讲的快一点。她老是头疼，后来那个什么，那不后来说那个我也是抄了，就是我打胎的就是掉的孩子抄过，我知道就一个，然后那个后来那个她头疼就吐嘛，那个怀孕也不能吃药，后来我就都下午4点了，我说给生上小房子试试，是不是我的孩子呀？后来我就那4点生一张，这生了7张，后来第二天8点我就赶紧又生了7张，就是生了2个7张之后，每天晚上就做梦，因为我们这个屋是租的房嘛，在北京呢，是客厅那个夏天嘛，客厅开着空调，俩屋都不能开空调，太凉。后来就我12点多睡得着了，睡着了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感觉着是我女儿过了，噔噔噔噔走过来了，就站在那个我床脚下，就喊一声妈，哎呦，就她喊那妈呀，我就知道不是我闺女了，我就这孩子喊那声妈呀，就喊的呀，
哎呦，可委屈了，就是那劲头。对呀、啊。委屈的要命啊！嘶声力竭呀、啊，人家被你打死了，你知道吗？啊，对呀、啊。但是说他就是，哎呦，可委屈了，就喊你一声妈。但是说呢，他感觉到好像他自己做的事儿呢，好像也不大对了。完了，转头就走了。哎呦，我就轰一下子，哎呦。肯定就是我不知道的孩子。好了好了，不知道的，想好了、掉的孩子。嗯，知道了。那个后来就从我妈往生之后，我就拼命的给我妈念小房子嘛。我就说她也太苦了，这一生、太苦了，我就一定要给她抄上去。所以说，那个就是您给我灌顶开，您就说我注意身体，我都没敢问，我也没敢问说我有多少要精的，要多少能小房子。你现在身上。身上有小孩子的话，你身体会好的。小的个。后来那个，后来我就什么，我就是，我也没敢问你要多少，要经者呀，要多，我就一心想抄我妈妈。自己好好念吧，就。啊，就是我这一宿都没睡着觉，我就感觉着，你说要没有师傅您，你说我妈，她就等于找到回家的路了。嗯，知道就好了。没有您，她能回家吗？你要知道鬼很苦的，人死掉就是鬼啊！我告诉你，鬼并不可怕，其实鬼很可怜的。我告诉你，哎呀，我太感恩您了。你好好的修，不要给感恩师父，你要感恩观世音菩萨，给了你们这么多，都是菩萨显灵的，明白了吗？对，我太感恩师父跟菩萨了，感恩菩萨。好了。你说，后来我就发心真。其实说实在话，我就那前一直想念经啊，就根本就说没说想说给师父念大悲咒，就每天晚上我发心，我说只要我能念经，念经的一天，我就是上完香，给菩萨上完香，第一件事我就给我师父念大悲咒，甭管说念的遍数多少吧，就给我发心。怪不得的，我太感恩了。哎呀，怪不得师父最近功力大涨。原来是你念的，我的功力没有，就是我发现我只要能念动经的一天，哎呀，大悲咒。还有什么问题吗？谢谢你啦，还有什么问题啊？但是说呢，我还是我得看图腾，等哪天我还得打图腾。那您给我看看图腾，我这个那个身上的药精者要多少张小房子？我把自己抄。你就21张这么念呀？不要停嘛就好了。哦，我重新看完了之后，您说我妈呀不用用小房子了，啊、我就是给我自己上去了，这么高，如果到那个声闻道的话，那就是已经是菩萨了，阿罗汉。啊，对呀、啊，您说是不用小房子了、明白了吗？您说他那个去声闻道，与我给他念小房子有关系吗？当然有啊，你不拖他的话，他怎么上去啊？啊。我感觉他，我妈好像前世肯定他有修啊，有修，但是你也要拖的呀。对啊，没有咱这个没有，那菩萨跟您那个咱这个心灵法门，他绝对找不着回家的路。嗯。他就是等于找着回家的路，他就是不停的念经。你知道就好了。每天在一起，他就一天都没乱。我就感觉他没准是，您一看完了，我就知道他肯定前世有修。好啦。哎呀。谢谢，感恩师傅。好了，再见了。行，啊，再见。喂，你好。温泉可以。喂，台长。你好。哎，我那个小学生又来问问题。哎。讲吧。那个喂，台长。哎，讲吧。哎，我想问你一下，就是你。上两个礼拜那个帮我看图腾了，然后那个后面那个有灵性嘛，然后我现在在家里念小房子，然后呢那个差不多念了一半了，但是啊我后背啦就是接近腰的地方，就是肾的这个位置啊，然后那个睡觉睡到后半夜就是疼得特别厉害，就是感觉好像就是那个翻身的时候好像腰要断了一样，然后就是感觉好像所有的东西好像都是坠到这个地方了，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啊？这个什么原因啊？我告诉你啊，要当心，一个原因有灵性，还有一个原因操劳过度，因为啊，
等你睡下去的时候，要轻轻的把身体放下去，而不要嘣一下子上去。从医学上来讲，我前半夜和白天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就是睡到后半夜，后半夜就是那好了时候，就是翻身都翻不了。医学上来讲，当你的血液在流通的时候，你不会痛；当你睡到后半夜的时候，因为血液是慢慢的流了，静止了，所以它供血不足，这个骨头这个地方就会出现问题。血液供血不足，任何身体部位都会痛，明白了吗？啊、那这个就这个症状已经肝生变，已经好几个月了。你不吃活血的东西，你不会好的这个毛病。我当时有还怀疑那个了，怀疑那个肾脏有问题，去做了肾脏 B 超也没有用。没有。那个这个去做了肾脏 B 超，看了一下是好的。哎、我就跟你讲了，像这种东西，开始查不出来的，时间长了就慢慢会有。你经常这样做就不是一个好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睡觉之前啊，自己要懂得啊，血液循环要通畅啊。你现在至少晚上睡觉之前吃个三颗或者两颗丹参片，你看很快就会好。丹参片是药丸还是那种跟那个参一样的切片呢？没有，药丸。就是中成药，是药丸啊，中成药呀，中成药呀，就跟药片一样的、啊、药片呀，嗯，是药片是吧？哎，但是中药，根本没有副作用的，活血化瘀的呀、啊。你想想看，血不到哪里关节就痛，现在还不明白啊？嗯，啊，但是我那个现在好像那个后背没有凉的感觉，就是晚上睡觉，因为现在那个冬天嘛，这边冬天的话就是盖的比较厚的话，是热的呀。哎呀，你这个都不懂，血液不到哪里就会痛，这句话你去看好了。所以中医里边说、啊，这个地方痛了啊，就是不通，对不对啊？嗯，就是这样的。是的，是的。啊，你这个血液不到位了，就这个地方就发麻了。比方说你脚，啊，你脚血液不来啊，你很多人脚冻坏掉了，就怎么冻坏了，血液不到位啊，所以你。你自己被子盖得不好，着凉了，血液不到，你的胃会痛。你比方说最简单的，你如果你胃着凉了，你是不是胃要痛了？嗯嗯。好了，那你现在关节痛的话，就是血液不到位啊。你现在外面又补不了，你盖着被子你还痛，那说明你里边血液不到位了，听得懂不啦？而且啊，我前段时间啊，还有一个毛病，就是那个左边的那个了，脑袋啊，我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我只要往左边脑，就是左边侧着睡啊，就是眩晕，跟那个美尼尔综合症一样的那种眩晕。哎呦！眩了好几天之后，最近才有点好。哎呦！就感觉睡觉的时候。你第一去量一下血压。问题特别。你血压高不高？血压不高的。血压不高是吧？好，血压不高，你有可能贫血。第二，睡觉尽量往右面睡，不要往左面睡。嗯。啊，而且男人最怕的是左面中风，手发麻不发麻？啊、手发麻吗？手还好，不发麻。不发麻，你要当心。我告诉你，大脑缺血，面部会面瘫，就这么简单。嗯。而且会小中风。嗯，像你这种突然之间没抑郁症的话，是大脑供血不足。嗯，所以我跟你说了，你就是血液问题呀、啊。哎，血液问题啊！你不听我话吗？哦、你随便了。好的，你去查查看就是。台长，你去查查看，肯定的。嗯嗯。哎，台长，我还想问你啊，就是那个看图灯的时候啊，我那个问你，就是我当时是那个问你的是那个我丈母娘的图灯，就是把我丈母娘的生肖和那个出生年月报给你，然后你看到这个图灯跟我讲，但讲着讲着呢，就是说你以为那个我当时没有表明那个他的身份，然后你当时以为那个他是我老婆啊，然后就是
以我老婆的这个口气在说他，然后呢后面我那个听出来之后，我跟你说我说这个不是我老婆，是我丈母娘。我想问一下，你前面所说的这些图腾应该是我丈母娘的图腾，而不是我老婆的图腾。很简单，你报给我什么生肖就是谁的。啊，就是我报给你什么生肖，你看到的看到就是谁的，肯定是他的。肯定是他的图腾。哎，你告诉我谁都没用的，主观上以为他是我老婆，没有用的，这个没用的，就是说这个没有用的。以只要是以你，因为就算你抱你老婆抱你丈母娘的话，但是这个你抱着生肖是你丈母娘的，就是丈母娘的，你明白吗？啊，好的好的，我是这样子想的，只是我想确认一下，啊、因为他们啊听得有点糊涂了。啊，那就是这样的，明白了吗？嗯。好的好的，那个台长，我还想问你一下，就是我老婆那个生好孩子了，她好像有点抑郁啊，然后因为最近不是要有冬至了嘛，快到冬至了嘛，然后呢那个前几天呢给她看过图腾啊，说是身上没有灵性的，那我想问一下，她就是说那个生好孩子后就是那个鼻子有点鼻塞了，然后一到晚上就很恐怖，就觉得好像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感觉好像抑郁了，就是要想自杀的那种念头会出来。我想问一下，这个是灵性引起的？啊，这已经是忧郁症了，产后忧郁症最多了。所以你们都没文化，这种东西嘛，医学上最多了，叫产后忧郁症啊。产后忧郁症是因为、会不会跟灵性有关呢？跟灵性应该有关系的，因为从医学上叫产后忧郁症，因为当你一个、你其实就是等于一个分灵，等于把一个这个灵性啊生出来了，听得懂了吗？因为这个小孩在他妈妈身体里不是一个灵性吗？对不对啊？你现在把这个小灵性生出来了，你会害怕、你会害怕，你从来没碰到过。哎，但是他那个怀孕初期也发生过这么一次啊，都会。那么这人家不生孩子也会的呀。忧郁症嘛，忧郁症只要怀孕出去，就是刚刚把灵性进去的时候，他也会这样的。灵性。那他许愿49张小房子可不可以？冬至之前最好7张7张不停的念，49张根本不够的。啊，就7张7张不停的这样念下去，是吧？好的好的。那台长，我还想问你一下啊。就是说，那个人的命不是定的嘛啊？这样我想问一下，比方说那个一个当官的，他就是说如果说命中他会当官，然后呢就是说那个而且命中有一劫会进监狱，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他当官和后面进监狱是定的，那中间他就是那肯定是会比方说贪污啊或者怎么样，那这三者是不是全部是定好的呢？不定的，因为人的命运是其实只定了70%，但是呢30%可以改变的。你比方说人家算命、算你几几年到几年可以当官，你如果不努力你可能这个官就没了，听得懂吗？那么说你可以当官，但是你贪污了，你在走自己的命，也就是说你做官之后你应该廉洁，但是你没廉洁，你在走自己的命，那么你到了劫来的时候你就躲不过去这个劫了。不是，但是他命中还注定是有那个有牢狱之灾呢。那就是啊，有牢狱之灾，就看似好像他的结果已经被定下来，然后那中间的话肯定是要犯贪污罪了呀，那感觉好像他没有那个。那我问你一句话呀、你生出来不就要死的吗？那你应该怎么样生活可以晚点死啊？你一点智慧都没有啊。你一个人当官，你一个人当官，就算你知道有一个人当官，你就算有牢狱之灾你可以消掉的，你知道吗？你否则念经干嘛？学佛干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听不懂啊？我明白，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学佛人的话，我能明白，就是要修心，要那个。但是如果说不是学佛的人，他是走命的话，是不是这一切全部是已经，就是感觉好像顺其自然的，已经注定了呢？是这样的，他就是没法去改变这个。比方说，他做到是学佛人，他做官从30岁做10年，做到40岁的时候有一个牢狱之灾，
那么就算他不贪污的话，他也会因为其他的问题也会进去，就这么简单了。对对对。啊，就这样。你不，所以你不学佛，你改变不了你的命运的呀，明白了吗？就不学佛的话，但是学佛人的话，就通过念经，然后那个修心可以去改变。然后对。但是如果不是学佛人的话，走他的命的话，那这样子看似好像就是好像很无奈嘛，就是好像他的主观能动性没有了嘛。没了。那是的。他但是问题他活着干嘛？你那我问你啊，把你投一个狗的话，你投狗干嘛？因为你的业障，因为你上辈子的业障所为，所以让你投人了，就是让你吃苦啊，享受啊，然后来消这个福报，来消这个业障的，听得懂了吧？嗯，明白了吗？那我问你，很多人结婚之前，佛法的话是没法消这个业障的吧？没办法，就这么简单。就只能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样轮回下去。哎，就这样了，就这样。谁叫六道轮回里脱不出来的呀？现在没办法。那就是其实人生就是唯有修行才能解脱，其他就是。你讲的都是佛经里的东西、就是、所以你现在开悟了。唯有学佛，不学佛的话就走自己的命，就在六道里轮回出不来的。嗯，明白了吗？嗯，是的，是的。所以人家算命算得出来的，这个人当官，官运多少年，然后接下来牢狱自在多少年，出来之后还有多少年伤运，就是这样，全部准的不得了的。嗯，是的，是的。台长，我想问一下，就是道教当中有一句话叫“跳出三界，不在五行中”，是不是已经出了六道了呢？对啊，出六道了呀，一样的、啊、只是道教讲三界的嘛、嗯、啊，他们讲五行嘛、嗯、阴阳五行的、嗯、所以他们讲、嗯、跳出三界不在五行当中已经出六道了，实际上他的位置是一样、嗯、只是叫法不一样，我看你研究都蛮多的嘛、嗯那还有个问题啊，还有个什么问题啊？不是你上次说啊，就是恶人啦、啊，就是说那个打到，比方说十八层地狱，就是说被比方说那个惩罚之后、啊，会那个他的灵会被打散掉嘛，变成散灵对吧？那他就是等于是没有了这个灵魂，那变成散灵，比方说化身为尸身啊这种。那个，但是如果说他受报完之后，这个灵还会不会那个呢？回来呢？不会啦，这个人永远没了。没有啦，这个人。这个人，比方说他叫、这个，比方说他叫张某某，对不对啊？对，那么他因为犯了很多的罪，下地狱的罪，到了下油锅了，一下油锅，他的魂魄全部渐散掉了。一换油锅之后散掉，就变成很多的苍蝇啊、虫卵呐、脏的不得了啊。然后接下去呢、嗯、就慢慢滋生了，然后变成这种虫卵，它虫卵死掉一次，它再跟一个大一点的动物结合，那个灵魂再来，但是那个张某某就永远没有了，听得懂吗？永远没有了啊，就没了啊、那台上就是说，那像我们啊，比方说那个心灵法门的话，就是那个比方说就是看图腾的时候，就是跟他们说，就是看出来之后跟他们说，就是要让他们念经念小房子去化解。那社会上的话，有些就是比方说那个看风水的那些人啊，他们好像有一些好像有法力的那些人，就是看出来之后，他说他在信息上帮你处理一下，然后呢他处理过之后呢，这个事情是好像就是当时看起来好像是变好了。那像这种事情的话，就是会不会非议呢？背呀、啊、背得很厉害的呀，开后门呀，用现在话讲嘛，就是开后门呀。那他真的是可以那个吗？就是在信息上真的是可以帮别人处理掉吗？这个处理掉的，处理掉一点点，不能大的，小的能处理掉，但是他要是被地府官员抓到也要惩罚的。人间有贪的嘛，地府里边鬼也贪的呀，所以叫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还没听到过啊？嗯，听到过。好了，所以烧纸钱呢、啊祭亡灵啊，什么东西，鬼也会帮你忙的呀。只是有些是如法如理，有些不如理不如法的呀。被地府的那些阎王老爷知道的话，他们那些小鬼也会受惩罚的呀。现在听得懂了不啦？嗯。好了。听得懂，听得懂。啊，好了。嗯。
那个台长有那个有一句话啊，就有意无意都是天意，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有意无意都是天意，不管你有缘无缘都是缘分，就是这句话。因为你好像自己算了半天，实际上你还在走命运，听得懂吗？嗯嗯，你好像哎呦我哎呀，你看我做生意做得多精啊，哎呀我都成功啊，实际上这是菩萨给你的机会让你赢了，但是你到了这该倒霉的时候，你再怎么算呢算呢又出事了，那就是你没有这个运，就这么简单。你不要以为是人算，人算不如天算，听得懂了吗？好了，明白明白啊，要给你小学生上课了要。好了，好的好的，谢谢台长，我其他没有问题。好，再好，再见啊，下次再给你打电话啊。好的好的，好，再见再见。喂，你好。又。喂，讲啊，喂，讲啊。哎，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啊，是这样子的，想跟师傅汇报一件事情。嗯，这样上个月呢，有几位师兄在帮助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太太。目前呢，这位老妈妈呢，她一个人住在这个合租房里面的，一个人一个房间，基本上她每周能够念二十几张的小房子。师兄们每周三每周日到老妈妈的这个住处帮老妈妈点小房子烧小房子。目前老妈妈的气色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前几天经过师父的开示，佛台已经设好了，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感恩师父加持。在设佛台的当天，老妈妈就非常法喜地告诉我们，她能够看到一点自己的手指头的晃动，哎，也能够看到我们穿红色衣服的光，哎，甚至看到佛台花瓶上面印的花，哎，我们和老妈妈都有很大的信心，相信有一天老妈妈能够眼睛看得见，能够自己点小房子烧小房子。想请师父给老妈妈开示一下，我们会给她听录音。像这种老妈妈如果现在这样的话，说明他已经在消业障，消得很快了，啊，叫他好好的消，消得越快越好，消得差不多了，你把他带到法会上来，师父只要给他一加持，马上眼睛就看见了，这种太多了，明白了吧？明白了，明白了，太好了，感恩师父，那是这样，另外的话呢，就是想问一下，同修的儿子他初中了。每天都有念经做功课，在班级里面成绩也很优异，也是班级里面的班干部。但是最近同修发现孩子在班级里面因为信仰的问题与同学发生了一些争执，因为他在学校里面是有坚持吃素，把荤的都给同桌吃，然后班级里面就有同学碰到一些烦恼或者是生病啊，他就跟同学讲要念经啊，但是身边有些同学就不太信，就引起同学们的一些争论。就想请师父开示一下，在这种青少年成长期如何让他能够树立榜样，随缘度化身边的同学。过去呢在佛法里边呢有一种呢啊，你们知道就叫密宗，对不对啊？密宗啊，密宗呢它就是保密的啊，保密的密啊，就是不为外传的。所以呢过去呢也有很多渡人的方法是单传独授，对不对啊？实际上呢在一个环境很不成熟的环境当中，大家都不信的环境当中，如果你跑着去跟人家讲啊弄啊，你势必会反而造成你自己啊很多的麻烦和烦恼。就是要用妙法，妙法就是说你自己先不要去跟人家讲，你就好好的坚持啊，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如果有人生病有什么，你偷偷的跟一个人讲讲，千万不要在班级里说要吃素啊要好啊怎么怎么，因为现在这个五浊恶世啊末法时期啊，因为很多人是好坏不分的，你明白吗？现在社会上坏的都以为是好的啊，现在的人就听吹牛撒谎的人都是，他们全愿听这种，也不愿听人家劝你说好话的，这就是人的颠倒。现在明白了吧？对的，对的，啊，是的，是的。叫他低调一点，众生迷惑。叫他低调一点嘛。低调一点，明白，明白。
好的好的。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同修，他在佛前许愿，把自己交给菩萨，一切由菩萨来安排，自己苦一点累一点没有关系的，因为菩萨是大智慧，会给自己最好的安排。想问一下师父，同修许了这个愿，把一切交给菩萨，是否就是无我？是否就不能有自己的私心杂念？遇到苦，遇到委屈，也不能够有负面的起心动念，而是应该理所应当的接受，否则是不是就算违愿了？像这个愿呢，比较大一点。实际上呢，说一切交给菩萨呢，实际上应该又是有两个概念上来说。第一个，你把一切交给菩萨，也就是说你必须接受人间的一些啊苦难和一切高兴，都不要执着，因为我已经信佛了，我已经跟佛走在一起了，听得懂了吗？这是个境界问题。嗯，明白。所以这种不能随便许的。还有一种呢，把菩交给菩萨呢，就是说菩萨我有苦啦，菩萨来啦救我啦，啊我有难啦，菩萨来救我啦，也是交给菩萨，听得懂吗？所以呢，你要叫他跟他说，这一个是依赖性的啊，说一切交给菩萨；一个是自觉性的，一切交给菩萨啊。你要叫他重新发愿，最好呢就是说啊，有依赖性的，就说观世音菩萨，我好好修啊，我一切交给菩萨了啊，菩萨可以提醒我，安排我，这个可以的。就是说，比方说你这个，你很想做一件事情，菩萨给你托梦了，或者让你遇到挫折了，不让你做了，你赶快要收了，你不能这么执着的，我一定要，这就叫没按照菩萨的意愿在做，明白了吗？哦，明白了。那如果说就是如果说他如果说发愿的话，他不属于违愿了，就是没有，如果说没有做到的，应该现在这么许愿应该不算违愿，应该不算的。不算是吧？嗯，你要是交给菩萨的话嘛，就诸恶莫作呀。你自己知道什么是恶的，总不能做吧？对不对啊？嗯。啊，你这里说我把什么都交给菩萨了，你这里还又犯邪淫又偷盗，好了，你开玩笑，明白了吗？嗯，对的，对的，对的。那如果说有他把这个愿力发在朋友圈，有很多同修就看到了，也跟他这样子许，其实这个愿是好，还是就是还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不一定范围，根据自己的境界来许。要有境界的，没境界不能乱来了，要害人家的，人家做不到的话，人家就倒霉了。明白了，明白了，嗯，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境界。那当然了，合适的愿，嗯。明白明白。你敢发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不啦？你敢不啦？你一发的话，你晚上就别睡觉了。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另外的话还请师父开示一下，就是手机看什么内容比较容易惹灵性？它是可以直接写手机的药经者这样子吗？不可以的。这个范围太广了，你要手机里面打进去什么都有，那你跟还那个上辈子前辈子的债一样，还不清的，不要这么写。来了嘛就，如果已经造成你的伤害了，你就念点小房子就可以了，不要，千万不要这么做。就是写自己名字的妖精就可以了。就可以了，不要写手机的，不能写的，写的要出事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另外请问一下师父，供佛的油灯有一种供佛专用的油，是不可以食用的那种植物酥油，有人说这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工业用油，因为有的灯芯只能用这种油来燃嘛，所以这种油到底可以用吗？酥油有点问题啊，酥油好像他们说有荤的东西在里面，我具体也不是太清楚，但是有一种呢是白颜色的油，它专门供油灯的，白颜色的。哎，对的对的，就是那种啊，这个没关系。但是说是工业用油，说对人体有害。这没关系，这没关系，一点点哪有害啊，你要说害什么都有害的。听得懂吗？好的，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另外的话，师父说只要设佛台菩萨都会到，是不是白天任何时间段设菩萨，设佛台的话，菩萨都会来，都会，菩萨都会来，因为在天上没有晚上的。
那如果说不方便我们在人间晚上帮佛友设佛台的话，是否菩萨也会来呢？会来了，太晚了，太晚了，不行了，太晚不行了。晚上十点钟，十点钟之后绝对不能设了。嗯。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问题是，师兄他曾经度了一个老法师，法师现在是一个小庙里面的住持，从去年就在念小房子。将一个出家前的亲人的身体念好了很多，这个亲人之前只能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给他念了100多张小房子后，现在能拄着拐杖走一会儿了。然后在前几天的晚上，法师坐在床上，还未睡，就亲眼看到台长的法身来了，台长两手各举了一个直径5公分，请问一下是不是台长加持法师了？嗯，对啊，法器，法器是的，是吧？法器，法器了。嗯，哦，那个台长拿的那个就是法器，法器，法器，法器的话，哦，一般的，反正大菩萨啦，或者你去看看那个文殊菩萨啦，这个观世音菩萨，你看看观世音菩萨的32相，他手上都有法器的，明白了吗？嗯。哦，那是给他加持，很简单了，哦，就是给法师加持了。对对对。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另外的话还想问一下师父，有的观世音菩萨像右手拿净水瓶，而有的观世音菩萨像是左手拿净水瓶，这个有什么讲究呀？讲给你听好吧，有讲究的。想听吗？想听的，想听。好，告诉你啊，你为什么有时候要左手拿东西？为什么有时候要右手拿东西？观世音菩萨想什么手拿东西就什么手拿东西，现在明白了吗？现在明白了吗？观世音菩萨有千手千眼的，他想哪个手拿就哪个手拿，明白了吗？明白了，杨师傅。另外的话，那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净水瓶向下是不是不好呀？向下是给众生，倒给众生；向上也是给众生。他这个净水瓶只是一个法器、法物，没有关系的。你以为他向下，他就倒出来了？他向下也是普度众生呀！啊。哦，明白了，明白。现在还不明白啊？哦，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另外的话，就是向上嘛，上报四重恩呀；向下嘛，下济三途苦呀。这还不懂啊？哦。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另外最后一个问题是，同修梦见另外一个师兄问他们姐妹要钱放生。他们一开始是不表态，那位师兄坚持问他们要钱放生，最后他们说一人放300元的鱼，请问是要给这位要钱的师兄念小房子吗？什么？就是同修他梦见另外一个师兄问他的这个姐妹要钱放生，那么这位师兄就是坚持要钱。那么就想问一下，他们如果说一人放300元的鱼，请问一下那位要钱师兄念小房子还是给谁念小房子？都可以念，都可以念。谁问你要你就给谁呀？哦，那需要念多少张呢？放300元的鱼啊，放300元，7张就可以。7张就可以了。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了。请师父要保重身体。我们会来马来西亚看师父的。好好努力，再见，拜拜。拜拜。喂，你好。哎，师父你好。你好。听得见吗？听得见。听得见吗？听得见。师父你好，弟子给师父请安。师父稍等一下。弟子首先跟师父分享两个梦境。
就有一个同修嘛，他就是晚上做梦，梦到一个叫胡小琪的，应该是他身上的灵性，然后就跟他说嘛，分享，他说我是一只深山上修行千年的狐仙，然后在人间的时候呢，由于贪恋情爱，纵欲过度，投为狐身，我做狐狸的时候被奸人所害，坠崖而死，于是我的游魂就在山洞中修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修出了道行，惨死了那个人，以血钳齿，因果轮回丝毫不爽。当我以为要息事宁人的时候，那恶气又缠上我的身，日夜痛苦，最后我去拜访应能大师，大师开示我冤冤相报何时了，放下嗔恨，冤冤相报是无有出期的，于是我放下嗔恨，潜心悟道，最终修成了上仙。我跟这位师兄的缘分是佛缘，有一世一天我在山上寻找食物，被猎人的夹子夹住，然后遇到这位师兄，他救了我一命，并给我做了三皈依，拯救了我的灵魂，于是我就日夜守护在这位师兄身边保护他。今世这位师兄遇到心灵法门，我每天跟在他身边修心念经，舍欲悟道，放下自我，修成了离凡身，修行心灵法门。因为跟大势至菩萨有缘分，大势至菩萨开示我要离欲凡行，舍欲悟道，断欲去爱，脱身了死，成就佛果。这个名字也是大势至菩萨给我起的。离凡身在无色界天，学习心灵法门，我学到了无我、慈悲、大爱、正信正念、离欲凡行。我做的好事就是用自己的功德救拔苦难众生，弘扬佛法，救度天下苍生。我希望心灵法门的师兄能够紧跟师父的脚步，正信正念，莫迟疑，莫懈怠，勤修戒定慧，断掉贪嗔痴，离欲犯行，早日证得果位，谨遵师命，报佛恩，众生恩。然后这位师兄梦到第一次梦到这个梦以后，第二次他又梦到，就是有一个脑袋圆圆白白胖胖的小男孩，就是在梦里就亲他，然后他问他是谁，然后他说他是就是前面那个梦境里面那个狐仙的朋友。他说他前世是一只小毛驴，是跟这位狐仙在一座山上修行，然后有一天猎人来了以后夹住了那只小狐狸，他百般阻挠，还是中了猎人的圈套，然后他看那个小狐狸没有救了就放弃了，谁知就是之前那个同修就救了他，然后给他做了三皈依，然后这个小毛驴也跟他们默默的在一起修行，遇到了心灵法门，然后他还见到了台长的法身，台长法身给他开示如下，身乃万恶之源，放下恨心，远离三途，放下嗔心，远离地狱，放下痴心，远离苦恼，放下自我，得道成佛，放下淫心，离欲犯行，放下迷惑，自信般若，放下五欲，得道成仙，放下贪嗔，地狱永无，放下放下当放下，看开看开要看开，般若般若亦般若，成佛成佛必成佛。听了台长法身的开示，天上顿时掉下了七彩的莲花，十方诸佛前来赞叹，韦陀菩萨给我做了皈依，带我到他的竹林精舍潜心悟道，证得菩提，现在我修成了小罗汉，我发愿生生世世护持心灵法门，惩恶扬善，正念永存，精力图治，继往开来，闻佛妙音，度尽有缘。师父就这两个梦境，很厉害，分享一下，很厉害。因为你要知道啊，所以人生修佛的人，稍微一不当心，可能就会误入歧途。你看看，他变成狐狸啦，狐狸精啦，他上仙的话已经很好了，上仙基本上已经在天道了。明白吗？所以那些人其实也很苦的，这些事情呢讲老实话都是真的，所以你现在知道了，不是我们人要闻佛法，连有缘众生啊，凡是有缘众生，他们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他们境界照样可以修的，明白了吗？
哎、啊，明白了，师傅。弟子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平时修行心灵法门的过程当中，那如果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一门精进、正心正念的话，是不是就是在我们身上的有一些善灵，它也能够跟随我们像这样一起修行修行的呢？那当然了，因为你的前世可能有人救你，或者你救人家，都是一种善灵。你去看有些人说呀，我好像碰到有麻烦的时候，就会有人提醒我，就会有人保护我，实际上就是这种善灵呀，明白了吗？哦、所以有些人的悟了，失悟了，哎呀，好像是说是菩萨跟他讲的，实际上就是他身边的一些护法神啦，或者他前世的那些善灵啦。你现在知道师父很厉害的，我告诉你，我就这么不停的救人，不停的救人，天上地下全知道心灵法门。你明白了吗？明白了，师父。那如果说一个同修他真正好好真修实修的话，是不是其实当他身边的这些灵性，或者说曾经也是要问他药经的这些药经者修了以后，他其实相对来说小房子的总数也会减少呢？当然了，你如果只要好好的修，好好的念经，有人帮助的话，你的功力加强，你小房子当然数量就减少了，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些灵性也可以靠自己的修心修行，然后了生脱死，就也不一定再要问那个同修要更多的小房子。对对对对，要看善灵还是恶灵了。一般的恶灵嘛，就是来要债的、啊，你要说不给他小房子很难，但是一般的善灵的话就很容易。嗯，明白吗？啊，好啊，好的。师傅，我想再问一下，就是就是当年那个狐狸在修行的时候嘛，他修了很多很多时间，修成了上仙，然后被那个猎人就这样杀害了嘛。杀害以后，他就是就又去报仇，给这个猎人报仇。但是最终这个猎人被他害死了以后，为什么这个因果没有了呢？然后这个猎人又变成了那种恶气，又缠住这个修成上仙的狐狸的身呢？这个不就是冤冤相报吗？你把他杀了，你这自己功力又下去了呀，听得懂吗？你如果自己修，你不去杀这个猎人的话，那你这个功力就上升了呀，因为你去报仇了，你报了仇之后，那你自己功力就下降了呀，就这么简单了。所以师父叫我们在人间一定要忍辱精进，就是碰到很多的其实冤结啊，或者来问我们讨债的，如果说我们能够忍一忍，能够克服，能够化解的话，其实不但了却了这段姻缘，也是给自己成佛出离六道也是多增进了一步。对啊，所以有时候我师父有时候有意讲你们弟子讲了严重一点，你们弟子如果觉得能够接受得了的，其实你们就是在了掉自己身上的业障呀，就是我在帮你们消，就等于不是你们的业障在消，是师父在先帮你们消，帮你们消掉消掉。举个简单例子好吧，比方说这个人踩了人家了，他没有赔礼道歉，这个人很厉害的，冲过来要揍他了，但是呢边上有个人冲过来说，你为什么不给人家赔礼道歉啊？你这种人怎么讲他，你说这个人还打他吗？就不打了，你不是帮他消掉了，师父们就专门扮演这个角色呀，还不懂啊？这个人很快要倒霉的时候，只要师父讲他几句，他就不倒霉了。明白了吗？明白，师父。一个小孩子做错事情了，妈妈爸爸跑过去，人家小孩子把人家脸打得肿起来，人家拉他儿子到派出所去了，到公安局去了，然后呢，这个爸爸妈妈冲过来把自己孩子一顿臭骂，那人家就算了。对不起，对不起啊，听得懂了不啦？听得懂了，师父。好了，好了。师父就是针对这狐仙当年就是修偏差，然后那个投为狐身的，因为他那个贪恋世间的情爱嘛，想请师父开示，因为我在佛经里面也看到过，就是爱不重不生娑婆，情不重不堕轮回嘛。然后佛经以前也提到过，就是。情欲不除，尘不可出。而且师父也是三番五次在节目里面提到，就是作为修行人一定要克服人间这种情欲爱欲。但是呢，作为男师兄，包括我自己，就是在这方面，就有的时候
就比较难以克制住。想请师傅再针对这个问题，针对男师兄怎么样去克服这方面的问题，能够开示一下。这个问题呢，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人有七情六欲，那是这是因为你，这是为什么思维人，因为你是人，对不对？师傅没有说你们有七情六欲不对，但是克制你的境界会上升。那么怎么克制？那么有很多的方法，主要是把人看成一种高级动物，只是会说话，会有思维而已。如果你是菩萨，你就不是动物了，所以你看人很脏，对不对啊？所以在佛经上讲，人不但有七孔，还有九孔，就是说每一个孔都会流出那种肮脏的液体。那么你说你经常想想这些，你还会对一个美女啊，对一个美男啊，你想想恶心不恶心啊？鼻子里边都是鼻涕，耳朵里都是耳屎，眼睛里都是眼屎，嘴巴里都是牙屎，你还抱住他去亲啊？现在明白了吗？就是让你们多知道这些，马上出汗了。还有两个孔就不讲了，脏的嘞。你说你还会对这种情欲产生感觉吗？所以这是从思维上来克制的一种方法，还有从欲望上自身的肉体上如果产生欲望怎么办只要脑筋人家说这个男女之情你如果不去想，它自然出来的，叫比方说它会自己会消掉的，叫精满意泄。然后呢，比方说这个很多的那个卫生器啊，这实际上就是帮你一种排泄实际上这就是在帮助你。所以为什么女方她不容易产生这种欲望很重，而男人就比较重呢？所以这些事情你们自己去考虑，就是说脑子里不要去想，明白了吗？不能脑子里有这个女人那个什么什么的，这个东西是最重要。脑子里不生，你就生理上就不会有反应。所以最主要管住的是心，心管住了，你生理上就能够克服住，明白了吗？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另外想问一下师父，因为很多同修拜师了嘛，但是拜师之前呢，就是已经是结为夫妻，就是已经有家室了。那师父有的时候也会说，就是在做夫妻之事的如果说这方面没有克制的话，莲花容易掉下来。那想问一下师父，就是吃素的话是两年，如果说没有吃全素的话，莲花会掉下来。那么如果说在夫妻之事上面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期限，或者说有没有一个程度会导致那个莲花掉下来呢？就是具体几年或者一个什么情况呢？反正修到后来你就会对欲望没有兴趣了。你去看很多女士为什么修到后来她觉得很肮脏了。明白了吗？男的也是这样啊，修到后来很多人就欲望就慢慢淡下来了。实际上它没有什么期，就是你的境界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你这个时间就到了。并不是说安排好时间的。没有什么倒计时的，听得懂吗？只是你的境界高到某一个位置了，你就成功了，明白了吗？就是如果说拜了师成为弟子以后，然后夫妻之事的话，就是尽量去克制，尽量去克服。你静静的修，静静的修，拼命的修。你就是在修为当中，你还有夫妻之事那也是情有可原。但是当你修到真的好了。精进了，你真的悟到了，你就会慢慢觉得这个东西很厌恶，你就不好意思了，你就不好意思一丝不挂，像动物一样的了。现在明白了吗？哪个动物穿衣服的？你是人呢，你不能跟动物一样做动物的事情，明白了吗？好了。师父，那如果说当一个弟子他之前就是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就是欲望，但是当他就彻底克服了欲望了以后，是不是这对于他的境界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提升呢？哦，巨大巨大。如果一个人能够克制欲望，巨大巨大，对什么都不贪了，吃的东西也不贪，对不对啊？要的东西也无所谓，
什么都不贪了、啊，这个人就欲望很少了，那、这个人是巨大的变化，巨大。哦，好的，感恩师父开示。师父就另外还有两个梦请师父解一下，就是一个梦是有一个同修梦到他就是在厕所里面就是排便嘛，然后排了很多又长又硬，然后粪便当中还有很多的红枣，不知道是什么的意思，就听不下去。哎，有钱了，有外财，哦，财运对吧？哎，啊，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个粪便在马路上。啊，财源滚滚的，还被人家踩到了，哦、就叫财源滚滚的。好的，感恩师父开示。嗯啊，另外一个梦是女同修梦到黑色的夜空中飘落一朵线条勾勒的亮亮的莲花，然后飘啊飘就飘到她肚子里，就吸收进去了。然后因为女同修家里情况不允许再生孩子，然后女同修梦里就跟观世音菩萨说。请观世音菩萨保佑不要再让我生孩子，然后白衣观音就出现在天空，对他微微一笑，他就醒了。想问一下师父，就这是同修怀了天上下来的孩子吗？对。那最后菩萨微微一笑是什么意思呢？是真的怀孕了，还是菩萨帮他化解了呢？你只要看结果就知道了。没怀孕嘛，就是菩萨答应他的要求了。如果怀孕了，就是菩萨说恭喜你了。你要叫我看图腾吗？二四六再打。好的。那如果说他这个就是还是有的话，那有没有办法能够化解呢？因为他现在在所在国家的国情，就是如果说再生的话，可能要丢工作啊、还要罚款。那求菩萨保佑嘛就好了。哦，也不一定的，就念准提神咒嘛。昨天晚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官，啪一下子进入到师父身体上。嗯。戴着那种官帽的，我就知道让师父要惩罚些人了。嗯。嗯。呵呵呵呵呵呵呵。所以我跟你说，你要是出来弘法，你要是没有这种能量的话，你根本弘不了法的。啊，好的，那这个求菩萨是念什么经呢？念准提神咒吗？哎，用不着啊，念心经就可以了。记住了，要跟观世音菩萨讲话之前，先念心经。哦，又教你们一招，又教你们一招。感恩师父。好啦。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老妈妈嘛，她也是一直很发心，一直精进在修，而且她也。很发心，曾经助缘了很多同修，就是助缘了很多同修的慧命嘛。但是呢，他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家里除了他以外，其他人都不修的。然后呢，现在又有很多亲戚朋友到他家里来，然后整天在他，因为他那个家比较大嘛，是三层楼的，然后第一层就在第一层里面，整天的大鱼大肉，然后那个搓麻将。然后呢，这位阿姨因为她心里也是很善良、很慈悲的嘛，然后就是想着也要照顾家里人，就帮他们烧菜，然后就烧这些荤的，然后烧了没两次，她就生病了，就住院了。然后她还一直帮家里人念小房子，但是家里人不相信嘛，就是她想师父能够帮她开示一下，像她这个问题，她应该用怎么样的心态跟境界去面对？唯一孽助长啊，我就告诉你、去帮助不好的人、做坏事、那这个人就是坏人，听不懂啊？人家在吃大鱼大肉、你去帮他烧，你就是坏人，很简单。人家要打麻将不开悟，你非但没有办法劝他、你不自己没有骨气的站出来，你我告诉你就是缘分不足，你这个人帮不了救不了坏人的话，你帮他一起去做，你就是个坏人。好了，师傅，但是就他之前也是反对过他的先生，就是不希望就烧菜可以，但是荤的不烧。然后他先生就扔给他一句话，就说你如果说不给我们烧荤的吃，我就跟你离婚。所以为什么有法师啦？开悟嘛，就这么开的呀。我是不提倡离婚的、
但是一个人的境界被人间小我锁住了，那就没有办法讲了，在广播里没办法讲了，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你境界高的人我还怕这些啊？嗯，这就很简单了。比方说，嗯，你碰到个流氓说你去抢东西，你不抢，啊，你今天我叫你去抢东西，叫你去杀人，你不杀我把你杀掉。那么好人的话，你全把我杀掉，我也不去杀人，我也不做坏事的啊。那有些人说，哎呦，我要保命，那我去杀人吧，啊，我去抢东西吧。好了，听不懂啊？嗯，那种人叫没骨气，修不好的。嘴巴里念念经，要保保自己。好了，不要缠了。这种像师父跟你说，我出来弘法都是冒什么？冒自己的生命危险的。为什么？很简单了，舍命救人的。你的身体累着了，累成什么样啊？现在还不知道啊。嗯。你不要说师父这种弘法这么累了，你就昨天我看了个新闻，一个。什么哈萨克的一个这个舞蹈家在台上跳蹦，心脏病复发，突然间就倒在地板上，又死掉了，就这么样。你跳舞蹈都会冒生命危险的，对不对啊？好了，嗯，就这么简单。其实他如果说自己正心正念相信菩萨的话，菩萨肯定会帮他安排好一切的，因为他自己的最关键的还是他自己的愿力，我觉得。啊，你这句话讲得非常有智慧，而且没有把这个事情讲得实实在在讲出来，但是你已经点到了，明白了吧？嗯，好了。嗯嗯啊，好的。感恩师傅开始，因为这位阿姨前面您在讲的时候，她也听着我，她应该会能够开悟的。师傅今天的软开悟，叫他软开悟。嗯，我就这样，我就不烧。嗯，荤的我就不烧，怎么样？你拿我怎么样？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以不变应万变，我还是原来的我。嗯，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又不能打我。我人要有人格，我人活着要有尊严，啊，对不对啊？嗯。啊，我有我的信仰。对不对啊？国家都支持啊，这你家里，你凭什么反对我个人的信仰啊？嗯，对不对啊？宗教信仰自由的嘛，而且这个就是戒杀生，那是学佛人应该的，哪个庙里没有啊？嗯，好了。师傅忘记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位阿姨她平时自己念经念小房子很精进嘛，但是她拼命的帮家里人念，但是家里人都是大鱼大肉不相信的，啊，那损失到很，损失到很，没一点没效果的。举个简单例子好了，一滩臭水，你拼命往里边倒香水，香水倒到臭水里边，你说这个臭水帮它会香不啦？嗯，好了。关键还是这位阿姨自己放不下。这对了，没境界呀，这个阿姨。嗯。她有境界啊，你去看看，对不对啊？几十万法师呢，人家怎么活的？人家怎么放下的？嗯。那为什么你们叫人家法师叫师父啦？嗯。人家就比你们修得好，比你们看得开，比你们放得下，就这么简单。好了，为什么居士不值钱了？就这个道理，被人家看不起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休几天跑掉了，那人家衣服一穿跑不掉，嗯，人家就有境界，怎么样？好了。嗯，好的。感恩师父开示。弟子今天的问题问完了，请师父保重身体。好，再见。嗯，再见。好，师父再见。再见。感恩观心菩萨，感恩师父。嗯。喂，你好。哎，师傅好，师傅好。嗯。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嗯，请师傅帮我解一个梦。前段时间做的梦，梦里面呢，看到有几辆那种黑色的那个四轮驱动那种车停在那边。后来呢，我坐在一个车上面，这个车呢前面那个司机也是在右手边，我是坐在后排座。那前面已经有一个座位旁边已经有个人了。那车的前后很多黑压压的人。都是往前走，我们车也往前赶，然后呢来了一个像那个电影演员那个叫陈坤那个男孩，就是也很幸福也是吃素的，他呢穿了一身黑的衣服，背着个三肩包背黑色的，他打开车门就
坐在前面，我心里想前面不是有人坐了，他怎么上来？我想他可能前面可能是可以坐两个旁边的，可以坐两个人的吧，他就挤上来了。然后挤上来以后，就这个车往前开，实在开不动，太多人了，就车子硬往前开，撞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就从我们车顶上翻了一下，就掉到我这个车窗这边。我怕那个人摔倒，我把车窗放下来，把手伸出去把他拖了一下，然后那个人可能就没摔倒。过一会又一个人又这样子从车顶上又翻了一下，又从我这个车门这边窗户掉下来，我一手机拖了一下。这个梦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这梦不好啊，你在下面。跑到下面去了。跑到下面去救人，有可能你去救人，或者你帮人家背业了。好了。哦。嗯。那还好，很长时间，前段时间做的。嗯。应该已经过去了吧。啊。一直在烧小房子。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梦，还有一个不是梦，就是经常我想问一下师傅，这什么意思？躺在床上，有一天早上，看到眼睛闭着，半梦半醒，有一片那个像，就五个瓣子是单瓣的这种花。那种粉红色的飘飘飘飘粘在鼻子上，粘在正中间。我想这个花怎么粘在我鼻子上呢，我就把它头摇摇，想把它咬下来，一咬还是咬不下来。这是好还是不好？为什么粘在鼻子正中间？哦，那个没什么问题的，花它代表着人的一种福啊，所以说明你会有些福报的。好了，粘在鼻子上没关系哈。啊，没什么问题。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也是早上躺在床上，经常眼睛闭着，在眼睛前面会出现一片亮亮的天空，边缘圆圆的，不是太整齐，中间的像瞳孔一样黑色的，然后慢慢慢这个瞳孔就变没有掉了，就全部是亮亮的天，但是再往里面看没东西，这什么意思啊？看到一点东西了，看到一些四维空间的东西，嗯，不稀奇的。就是有时候，有时候没有。会有。谢谢师傅。好吧。谢谢师傅。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帮同学问的。有个同学问他，就说在就在民间就俗话说，就是说男大三女大三抱金砖，就他如果给他的儿子找对象，就是说按通俗的女大三抱大三岁女的好，那如果大两岁好不好？想问女的比男的大两岁大三岁啊。民间我们那边福建有说女大三抱金砖，意思说女的比男的大三岁就很好，那如果大两岁好不好？这种都无所谓的。没关系啊，没什么说这种大两岁不好，这种没什么太多关系的。什么大两岁，那就是那些女的嫁不出去的就说哎呀她大点也好啊，那些媒婆怎么到了她嘴巴里都是变成好话了。三岁两岁没什么太大关系啊。没有关系，上海人过去还说还说女人大的嘛就服气了，这女人老起来快你就不知道啊，这个小男人这个女人一大，这男人就变成小男人了，听不懂啊。好了。啊，谢谢叔。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同修做的梦，这个同修呢我跟他平时很少联系，是女的，我们很少就很少连说话都很少说，他在怀孕，他呢前几天做个梦到的时候到我家去，我家是在半山腰，然后呢我把他带到我的菜地里面，就采那个我种的那个白菜给送给他，然后他听到之后，听到旁边有人在说这个人啊，就说我啊，这个人现在把什么都看穿了。你说这个梦是前世梦还是预示梦？对，是预示的梦。你像你这种人嘛，早点晚点会看穿的。你等到孩子也不理你了，你等到你自己一个人了，你慢慢就看穿了，你就是等于出家一样。对啊，那个在半山腰像出家一样的。就你当然预示梦，你肯定的。哦。你现在所以你现在精进一点啊就好了嘛。好了。精进。再见再见。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再见。谢谢师傅，再见。喂，你好。喂喂喂喂，哎，师傅啊，哎，师傅，不好意思，我那个我帮同学问几个问题。师傅，有第一个问题是同学今年14岁，他妈妈问大年三十或者初一
这两天能像成人一样给他烧87遍礼佛吗？几岁啊？14岁。嗯，不要太多。嗯。那不要太多是几遍呀？不要太多是几遍？87遍太多，49遍差不多。嗯。哦，好的，还是这个小孩，他是还是14岁。他妈妈问，从冬至到初三，是不是也可以给他念往生咒272遍，这样3到5天烧一张呢？全部要减少，170遍。哎，好的好的，师傅。嗯，下一个问题是，有一种人，只要大家一梦到他，别人家里就会有人死去，就是已经有很多例子了，就是反正是只要别人梦见他，那个就是梦见他那个人，马上就会家里要不是有车祸死去的人，要么就是病死。请问师傅，这从玄学上来说，这种人是什么人？这种人是地府的鬼，鬼差。他虽然是个人身，但是他的灵魂就是鬼差，听不懂啊？哦，这是不是跟灾星差不多，师傅？人家说扫帚星。哦。那师傅这怎么避免梦见他呀？怎么避免？你天天梦见菩萨就不会梦见他，你不做坏事就梦见不掉他，听得懂吗？你梦见他了，你有的人还梦见棺材了，有的人还梦见自己，还梦见自己死去呢。梦你完全要靠心中的正能量才能克服负能量的，听不懂啊？嗯，好的师傅，就说明自己本身就阴气重，所以才梦见他，对吧？对啊。嗯，好的，我明白了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是，您上次开始说礼佛功课最多每天7遍，每天额外还可以念3遍的自存礼佛，那么请问师傅，想和师傅确认一下，是不是每天功课加自存的礼佛加起来一共可以念10遍呀？对呀，不要超过。哦，好好好。师傅，还有一个梦哈，就是现实中有一个同修在为他的儿子改名字，已经选出了5个新名字，正在酝酿中，然后他就做梦了，梦见这些新名字全部变成一块一块的豆腐块，他在大锅里边不停地炒这些豆腐，请问师傅什么意思？没有一个名字被升文上去的，全部像豆腐一样炒来炒去，没有一个名字定型的。哦，他还没有选呢，还没有选出来呢。那就说明就是没有一个好名字啊。对啊，烂豆腐在选呢，他炒来炒去。好的，师傅。师傅，最后一个问题，有一个女人怀孕了，医生说是双胞胎，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吧，另外一个胚胎就把另外一个胚胎，就一个胚胎把另外一个胚胎营养给吸收了，本来应该是龙凤胎，可是现在就剩下一个男孩，请问师傅，这从玄学上有什么讲究？做梦啊？不是，是真的，他本来是怀了双胞胎，最后一检查成一个孩子了。那很正常，那本身就是这么很简单，双胞胎也是个预示，应该有双胞胎，但是他现在没有冤结了，已经化掉了，肯定是他在念小房子的时候已经念掉了。那师傅，那个就是这个小男孩生出来，他的性格特别像女孩，是不是之前那个应该女胎的女性的荷尔蒙比较多，用这个卫生知识来讲，是女性荷尔蒙比较多，也就是说本来龙凤胎的话，男的是来要债，女的可能是来还债，但是呢因为他不停的念经念得很好，而且吃全素，所以呢这个男的就不讨债了，那么就生个女儿来还债了，就这么简单。哦，好的好的师傅。师傅我问题问完了，谢谢师傅。好。再见。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师傅再见。再见。喂，你好。你好吗？倒计时开始，3、2、1，我挂了啊！喂，
挂了啊。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哎，师傅你好。哎，稍等一下，我拿个耳机，有个有点回音，不好意思。嗯。师傅，师傅请来。你好。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说，就是牛广解读完了。哎。对，就是有同修发现是。有两种，有一个雄黄是两种牌子嘛，随后有一个牛黄解读丸里面有雄黄，一个是没有的，嗯，这两种有区别吗？就是在针对我们就是吃的方面。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如果你能买到没有雄黄的更好一点吧，嗯。哦，没有雄黄的更好一点，对吧？啊，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最近不是一直在开始说在到冬至的时候嘛，可以开始念就是三波这种解结咒和那个叫什么往生咒嘛。嗯。随后当天有开始说消灾吉祥神咒，哦，消灾吉祥神咒是可以那个累积的，就是说我们读那个第二波第三波的时候可以自存起来，可以到时候需要的时候可以一起烧掉。随后还有的说是往生咒那个两波。第二波和第三波嘛，就说好像是自存念完以后一定要那个当天烧完的，对吗？没有没有，存自存小房子存的都能存的，没问题。好的好的。因为好像是秘书处回复说冬至这一段这个期间特殊情况，好像是说那个第二波和第二三波的那个往生咒一定要说念完是当天烧的，是没有就 没关系的，对吧？没关系没关系。好。啊，好的，稍等，我再翻一下那个，那个还有就是现在我们不是黄色的那个背景画嘛，不是之前开始说可以，那个放在什么手机里面可以，作为一个保护嘛。那有个问题就是说，像我们就是也可以，作为那个背景放在电脑里面嘛，就是电脑的那个桌面上面，嗯，屏幕上面。嗯，如果你平时电脑不开就不要放了，因为电脑里边东西太杂了，嗯，比手机还要糟糕，嗯。哦，对，有时候还要上上网搜搜东西，这可能会影响到， 对吧？不要放。好，行，那放在手机的话是不是要避免这种情况，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上厕所的时候啊，没关系，电话或者没关系，他你看着是没关系，他根本不到关键的时候，他不会没有灵动性的，嗯，他不会上来的，菩萨不会到来的，嗯，就怕就是有时候我们上厕所无聊，就是翻翻手机看看东西，不会，行，下一个问题就是还有个，山水画嘛，就是不管是山水画或者是我们那个黄颜色的就背景画，就是作为我们佛台后面嘛，我们不是一般性是说是可以直接贴在就墙上，对吧？就是贴纸贴在墙上，但是有时候就是目前有些同修就是说他是先把这个背景画先贴在那种泡沫板上，然后再直接再贴在那个墙上去，这种可以吗？可以，嗯，可以，对吧？对，就是没有行，下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有开始过就是说拜师穿的衣服不是说有加持力嘛，对吧？就是可能我们去面试的时候有一些加持力。那有个问题就是，那当那个拜师的时候，那个穿的裤子呢，还有鞋子，有没有这种说法？一般的呢，就是加持力最大的就是衣服了，裤子、鞋子实际上都有加持力，只是裤子要比较肮脏，不像那个气场，不像那个衣服这么好。所以一般的来讲，肚脐眼以上的都为上，肚脐眼以下都为下，就是这样。嗯。那就是说我们平时就参加法会的时候穿的这些裤子、鞋子，因为有时候时间久了嘛，可能要更换或者丢弃，这是没问题的，对吧？没问题，没问题。嗯。就最好是就是保持就是保存就是保存上衣，这种有点对比较大一点。对 对。啊，好的，谢谢，感恩师父开示。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父平时帮我们就是看图腾业障的时候嘛，就是
只是跳出来这个百分比，那是不是可以看出这个百分比里面再细分出来，就是说可以看出今世的业障，或者是前世或者所造的业障，这可以细分出来吧？看得出来的，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想问的话可以详细。想问的话照样可以看，就是还要继续看，嗯。啊啊，行啊，好的，感恩开始。嗯，还有之前就是说到，师父有说到我们就是戒方面，戒律方面最难戒的就是妄语嘛。那就是说我们从以前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之前工作或者学习上面，比如说我们写的作文的时候，是可能编造出来的这些作文内容，或者以我们工作的时候写的这种病假单，都是可能就是也有妄语的这些存在，是不是我们这个就是过去的业，过去的业也逃不掉，对对对。但是像这种业嘛，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好好念这那个礼佛就可以了。礼佛对吧？嗯，就是针对这些你可以念掉的。哎，不是一个大问题，不是一个大问题。啊，好的好的。还有之前有开示说，烧小房子是最好是在佛台边上嘛，但是有些因为家庭的就结构方面，可能不好，不能直接在佛台边上烧小房子。这个好像就是因为说烧小房子在佛台边上可以有点加持力嘛，如果有远离的话，远离多远就可能这个加持力会减少。嗯，远一点的话加持力是比较弱一点的，前面一点当然好了，这是真的。啊，就是最好是最接近点，一两米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远离的话，可以。啊，好的，好的，啊，好，师傅好像有点累今天对吧？对呀，到现在有点累了。啊，好的，那我就先那就不打扰了，先祝那个师傅提前祝那个师傅那个快速化子节节日快乐吧。好好好，还有本次那个马来法会圆满成功。好，就不耽误了，师傅得好好休息。好吧，谢谢。好，谢谢，感恩师傅，拜拜。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明天星期六晚上啊五点钟可以继续在空中跟台长沟通。好，广告之后再见。